投資者如果想長期持有一隻嘅股票，咁但係咧又怕短線咧佢會回落，想買翻啲認沽證嚟做對沖嘅話咧，咁究竟要買幾多手嘅認沽證咧？嗱，呢個時候啦，海通穩證網站嘅證股對沖計算機就可以幫到你啦。咁只要咧你輸入你想買嘅證股股份嘅數目，咁就可以計得出咧佢嘅認沽證咧究竟需要買幾多手嚟做對沖啦。相反，如果你手头现金唔够，又想要买 call 轮嚟博反弹嘅话，例如你想买两手汇丰，咁究竟等于买几多嘅 call 轮呢？咁呢一个时候咧，亦都可以输入正股嘅股份数目，就可以帮你计算出嚟噶啦。